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大众化时代已经降临，社会和公众对汽车的驾驶性能、安全性能、尾气排放以及经济性能要求越来越高，低油耗环保型的汽车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欢迎。而电子控制燃油喷射系统的汽车就具有良好经济性能和环保优势，它通过各种传感器来检测发动机运行的参数，并且用计算机对各种参数进行分析、比较和计算，准确控制汽油喷射量，使发动机在各种工况下均能获得准确合适的混合气浓度，使发动机处于最佳工况，从而实现降低油耗和排放污染的目的。奥迪汽车公司现为大众汽车公司的子公司，总部设在德国的英格尔施塔特，年产轿车450,000辆左右，主要产品有 A3 系列、A4 系列、A6 系列、A8 系列和敞篷车及运动车系列等。代表车型奥迪100以其优美造型和最低风阻系数赢得了美誉。奥迪轿车的标志是4个圆环，代表着合并前的4家公司，这些公司曾经是自行车、摩托车、脚客车的生产厂家。由于该公司原是由4家公司合并而成，因此每一环都是其中一个公司的象征。本专辑着重讲解奥迪 A6 2.4 2.8 轿车电喷系统的结构与维修，通过奥迪 A6 2.4 2.8 轿车电喷系统电脑自我诊断实车检测及故障维修实例，进一步加深对奥迪 A6 2.4 2.8 电喷系统的认识，以帮助我们解决维修工作之中的实际问题。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检测与维修。奥迪 A6 轿车电控燃油喷射发动机主要由进气系统、燃油供给系统、点火系统和电子控制系统等组成。我们在检测与维修电喷系统时，首先对引擎进行基本检查，检查冷却水位，看看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如果不够标准水位，请加冷却液到标准水位。检查机油状况，机油如果过稀或者过脏，应及时更换。检查机油尺刻度位置，如果机油量不够，应及时加至标准刻度。检查蓄电池电压，电压值应在11伏以上，如果电瓶电压不足，应进行充电或检修更换电瓶。检查电子元件线路及接头是否虚接松脱，如果有虚接松脱的情况，应及时检修。
检查火花塞的工作情况，必要时对火花塞进行清洁或更换。检查引擎的工作状况，是否漏油、漏水、漏气，如果是，就必须先进行检修。奥迪 A6 的进气系统主要有空气滤清器、空气流量计、进气软管、电子节气门、进气歧管等组成，其中空气流量计和电子节气门是重要的两个元件。进入气缸的空气量由发动机的转速和节气门的开度来确定。当发动机正常工作时，空气经空气滤清器滤清后，经空气流量计、电子节气门进入进气歧管与燃油混合，最后进入气缸燃烧。燃烧后的废气由排气管道排出。当发动机怠速工作时，空气经空气滤清器滤清后，经怠速控制装置进入进气歧管与燃油混合，最后进入气缸燃烧。燃烧后的废气由排气管道排出。进气系统的故障现象，当进气系统发生故障时，将可能造成引擎无法启动或怠速不稳，容易熄火，引擎加速缓慢、行驶无力、油耗增加、废气排放升高等故障现象。现在我们检测空气滤清器，拆下空气滤清器壳盖，拔掉进气软管，检查空气滤清器是否过脏，如果过脏就必须更换。空气滤清器每行驶2.4万公里或者使用12个月就必须更换。空气流量计传感器位于空气滤清器总成后部，与进气软管连接，它的作用是向 ECM 提供有关进气空气流量的连续信号，电脑根据负荷信号和转速信号决定点火正时、燃油喷射持续时间、蒸发排放频率的触动和怠速控制。工作原理，发动机运转时，传感器内的热丝被加热至比环境温度高180摄氏度。当空气流经电热丝时，带走一些热量，使组织发生变化，传感器上的电压也随之发生变化。为使电热丝温度保持在180摄氏度，就必须加大流过电热丝的电流。流经电热丝的电流经转换后变为电压信号，输入到发动机控制电脑，由补偿电阻来调整进气温度的变化。为了清除电热丝上的污物，在发动机关闭时通电1秒钟，将电热丝加热到1000摄氏度。空气流量计传感器的故障现象，当空气流量计本身或线路不良时，将造成引擎启动困难、引擎加速不顺、怠速不稳、较易耗油等故障现象。现在检测空气流量计，拔掉空气流量计接头，接头的排序为1、2、3、
四，把自制的 LED 测试灯红色表笔接在空气流量计传感器接头一号引脚，黑色表笔接在电瓶的负极，打开点火开关， LED 测试灯亮，如果不亮则需要进一步检查此段线路连接情况。把 LED 测试灯红色表笔连接到三号引脚，黑色表笔连接在电瓶负极，打开点火开关， LED 灯亮，如果不亮就需要检测该段线路的连接情况。把万用表连接到一与三号引脚上，短时启动引擎，万用表电压值因为蓄电池电压必须在11伏以上，空气流量计的电压是从燃油泵继电器得到供电，如果其电压不是蓄电池电压，就必须检查插头引脚三经保险丝到燃油泵继电器的导线是否断路或短路。把万用表连接在二与三号角，短时启动引擎，万用表电压值因为蓄电池电压，如果不是蓄电池电压则需进一步检查空气流量计的导线连接情况。把万用表连接到一和二号角，打开点火开关，此标准电压值约为5伏，如果没有达到标准值需进一步检查导线的连接情况是否对正负极短路或断路。连接好1552专用检测仪器，打开点火开关，进入检测模式，启动引擎，保持怠速运转，通过诊断电脑检查空气的进气量，按08功能键，按 Q 键进行确认，按002，按 Q 键确认。显示屏的第四区显示的是空气流量，现在显示的是 5.3GS， 在热车的状态下标准值应该在 3-5GS 之间，如果不在标准范围内，那么就说明进气系统存在着其他的故障。通过电脑诊断仪可以清楚地看到节气门的开度值，按08功能键进入电脑诊断，按 Q 键确认，看62的显示组就可以看到节气门开启角度和油门踏板形成角度。电子节气门有两个角度传感器，踩下节气门的时候它变化的方向是相反的，油门踏板同样也有两个角度传感器，在油门踏板踩下去的时候它的角度变化也刚好相反。现在显示的是油门踏板的初始位置，也是节气门的初始位置，慢慢踩下油门踏板，观察节气门开度值的变化和油门踏板传感器的开度的变化值。当把油门踏板踩到底，也就是节气门开度最大的时候，我们看到位置传感器的开度由最小变到最大，相反位置传感器的开度由最大变成最小，也就说明它变化的方向刚好相反。当我们更换电池、引擎电脑或电子节气门时，需对电子节气门进行重新设定。首先进入电脑诊断仪04功能，
修电确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设置密码060，按 Q 键确认。这时电子节气门根据电脑的指令进行自我设定。当显示屏第四曲燃油供给系统主要由输油管、回油管、喷油器、燃油分配器、燃油压力调节器、燃油箱、电子燃油泵和引擎电脑等组成。燃油供给系统的工作原理：燃油泵通电后工作，把燃油箱中的油抽出加压后，经燃油滤清器输油管道至燃油分配管，由喷油器喷出，然后进入气缸燃烧。当燃油压力过高时，经燃油压力调节器调压，多余的燃油由回油管道流回油箱。燃油压力调节器的作用：控制供油系统的压力，以确保到喷油器两端的压力差为恒压。调节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该调节器被膜片分成两式，弹簧式有预压力，而且作用在膜片上，另一式为燃油式。当供油系统压力高时，在进气管真空吸力的作用下，包括燃油压力作用，克服弹簧作用力，调节器的阀门打开，就起到泄压与调压的作用，使供油系统压力保持恒定。当发动机熄火时，调节器随即封闭，使系统保持残余压力，有利于引擎的下一次启动，或者减少引擎热态时油路系统形成燃油蒸汽的可能。燃油供给系统的故障现象：当燃油系统发生故障时，将可能造成引擎无法启动，引擎性能明显不佳，油耗明显增加，废气排放量过高，引擎怠速不稳，行驶无力等故障现象。燃油系统的检测与维修：在检测燃油系统的时候，首先用抹布放在燃油管接口下面，防止燃油流到发动机上。在燃油管接口上面也要放一块抹布，以防止燃油喷出造成对人体的伤害。拆下输油管与燃油分配器的接头后，把燃油表连接到输油管上面。连接专用接头时，必须要连接正确，密封良好，否则会影响检测结果，造成测量不准确。燃油压力表连接好后，打开点火开关，启动引擎，并保持怠速运转。标准的燃油压力值应该在380至420卡帕之间。如果未达到标准值，应更换一个压力调节器，重新测试。如果仍未达到标准值，检查燃油泵和供油管是否损坏，如油管被挤压等，否则必须更换。如果超过标准值，检查回油管是否损坏，如油管被挤压等，否则必须更换。现在拔掉燃油压力调节器上的真空管，此时燃油压力值上升到450卡帕。
再把燃油压力调节器上的真空管插回原处，此时燃油压力值马上下降到420马达。关闭发动机10分钟后，燃油的保持压力应为300卡帕，热机为300卡帕，冷机为220卡帕。燃油保持压力的高低也反映出喷油器密封性能的好坏。如果燃油保持压力过低，就要进行喷油器密封性能的测试。喷油器的结构由燃油滤网、蒸阀、电磁阀、电磁绕组以及 ECM 的电气接头等组成。喷油作用是根据电脑的指令，将定量的燃油以雾状的形式喷入发动机进气管道。喷油持续时间的长短决定喷油量的多少。喷油器的故障现象，当喷油器本身或者线路不良时，将可能造成引擎启动性能差、怠速不稳定、容易熄火或者油耗增加、废气排放量升高等故障现象。拔掉引擎喷油器接头，用万用表连接到插头引脚一和二上，并且并联一个 LED 测试灯，打开点火开关，短暂启动引擎。此时 LED 测试灯应该闪亮，电压表的显示值应该在0至0.5伏之间跳动。同样依次对各缸喷油器接头进行供电测试，如果各缸喷油器的接头供电测试正常，再进行喷油器电阻检测。把万用表连接到喷油器插头引脚一和二上，检测喷油器的电阻值。万用表显示的电阻值是15.5欧姆，这是个正常值。奥迪 A6 喷油器的电阻标准值应该在13.5至15.5欧姆之间，如果没有达到标准值，就必须更换喷油器。同样依次对各缸喷油器进行电阻值检测，检测完毕后必须更换不合要求的喷油器，同时必须更换菱形环才能安装回去。燃油泵的结构是由油泵壳、油泵电机、油泵电机导线接头等组成。燃油泵的作用是从油箱内吸出燃油，加压后经喷油器供给发动机。燃油泵的故障现象，当燃油泵本身或者线路不良时，将可能造成引擎无法启动，或启动后自动熄火，或启动困难，或行驶不畅等故障现象。燃油泵的检测与维修，从油箱中取出汽油泵，用电阻表检测汽油泵内阻，标准值应为0.2到3.0欧姆，否则更换新油泵。燃油泵电机的绕线电阻，如果有短路或者断路的情况，就必须更换汽油泵。直接给汽油泵端子供电2秒钟之后断开，如果燃油泵不转，必须更换新燃油泵。检查后确认燃油泵工作正常后，装回燃油泵。燃油泵继电器位于仪表板左下方的中央电器盒中的4号继电器位置。燃油泵继电器的故障现象，
当燃油泵继电器本身或者线路不良时，将造成引擎无法启动或者启动困难，又或者启动之后引擎间歇熄火等故障现象。燃油泵继电器的检测与维修，从保险丝支架上拔下燃油泵保险丝，将 LED 测试灯红色表柄连接到保险丝两触点中的一个，黑色表柄插铁，短时启动引擎，可以听到或者感觉到燃油泵继电器的吸合， LED 灯应亮。如果燃油泵继电器吸合但 LED 灯不亮，对另一触点重复上述检测。如果 LED 灯仍然不亮，检查4号继电器位置触点23和燃油泵保险丝之间导线是否断路，如果需要排除断路。如果供电燃油泵继电器的控制和导线均属正常，则需要更换继电器。检查燃油泵继电器供电和功能。从中央电器盒4号位置拔下燃油泵继电器 J17， 检查供电。用万用表依次接到继电器插口触点19、长正极、蓄电池30号接线柱与搭铁之间。这两种情况电压规定值均约为蓄电池电压，如果没有达到规定值，排除导线断路。把 LED 灯负极连接到继电器插口触点16，来自发动机电脑的接地控制和正极之间，短时启动引擎，在发动机奥迪 A6 的点火系统是采用带三个点火线圈的双火花点火系统，点火线圈和功率放大器是一个部件，因此点火线圈的初级电阻无法测量。奥迪 A6 点火系统主要由点火线圈、功率放大器、高压线、火花塞、引擎电脑等组成。点火线圈通电后，高压电流通过火花塞给两个气缸同时提供点火火花，一个火花塞在气缸压缩形成末期点火并点燃可燃混合气体，另一个火花塞在气缸排气形成末期点火，是无效点火。点火系统的故障，当点火系统发生故障时，将可能造成引擎无法启动或引擎性能不佳、加速不顺、行驶无力、排气放炮、油耗上升、废气排放过高等故障现象。把万用表连接到点火线接柱之间，标准值应在8.0至14千欧姆之间，然后依次检测其他两个线圈的电阻，如果没有达到规定值，则必须更换损坏的部件。取下高压线，用万用表连接高压线两端，检测高压线的电阻值。目前电表上的电阻值为4.8千欧姆，是正常的。高压线电阻标准值是3.0到7.0千欧姆之间，
如果不在标准的范围内，则必须更换已经损坏的高压线。同样，对各缸的高压线进行检测，更换不合规定的高压线。火花塞安装在气缸盖上的火花塞孔内，它产生高压火花，点燃气缸内的可燃混合气体，使气缸做功。火花塞的故障现象，当火花塞短路或者绝缘体漏电时，将造成引擎怠速不稳、废气排放过高等故障现象。取下火花塞，把电阻表连接到火花塞电压输入端，负极与火花塞搭铁。如果火花塞电极间短路，就必须更换。现在电阻显示为无穷大，说明不导通，该火花塞正常。同样，依次对各缸火花塞进行检测，更换不合要求或者已经损坏的火花塞。功率放大器的检测与维修。把 LED 灯负极连接到功率放大器接头触点二上， LED 灯正极接到蓄电池正极上， LED 灯亮，说明线路连接是正常的。如果 LED 灯不亮，则应对线路进行检修。把 LED 灯正极连接到功率放大器接头一号触点上， LED 灯负极连接到电瓶负极上。因为点火线圈是从燃油泵继电器得到供电的，所以必须短暂启动引擎。 LED 灯亮，说明该线路情况良。如果没有达到规定要求，就必须进行导线的检修或者检查保险丝。拔掉六个喷油器插头后，打开点火开关，将 LED 灯依次接到发动机搭铁与触点三四五之间，暂时启动引擎， LED 灯应闪亮。如果 LED 灯不亮，则需排除从插头到发动机控制单元之间导线连接是否断路或短路。如果导线与接地均无故障，则更换。电子控制系统的检测与维修。电子控制系统由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也就是电脑执行器所组成。传感器它给电脑提供发动机不同工况时的各种电压信号，也就是引擎运行参数。电脑对各种参数进行分析比较和计算，准确地控制点火正时和汽油的喷射量，使发动机处于最佳的工况。电子控制单元它根据各传感器提供的运行参数进行分析比较和计算，最后做出判断，给执行器的命令，让执行器执行电脑的指令，完成适当动作。引擎电脑具有以下的主要功能：可燃混合器的控制、点火正时的控制、爆震控制、自我适应功能、系统自我诊断功能。执行器它根据电脑的指令做适当的动作，主要包括喷油器、点火器、电子节气门、燃油泵继电器等组成。现在介绍各主要传感器接头及电子元件在汽车上的位置。爆震传感器接头一在防火墙右侧，爆震传感器接头二在防火墙左侧，
氧传感器一号接头在防火墙右侧，氧传感器二号接头在防火墙左侧，转速传感器和曲轴位置传感器在防火墙右侧。这个是一号霍尔传感器接头位置，这个是二号霍尔传感器接头位置，这个是右边的凸轮轴调整电磁阀，这个是左边的凸轮轴调整电磁阀，这是空气流量计传感器，这是燃油蒸汽电磁阀，车速传感器在引擎波箱输出轴法兰上，水温传感器在出水管道上，这是进气歧管转向阀，这是进气温度传感器，水温传感器位于左气缸盖后面的冷却液管上，它采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传感器的电阻随温度升高而降低。水温传感器的作用，感测引擎水温，给电脑信号调整与修正点火正时与喷油量。水温传感器的故障现象，当水温传感器或线路不良时，将造成引擎启动困难，引擎性能不佳，油耗增加，怠速不稳，容易熄火等故障现象。拔下水温传感器接头，水温传感器插引脚排序为1、2、3、4，用万用表连接水温传感器接头1与3引脚，打开点火开关，额定电压为5伏左右，如果不在5伏，则检查导线的连接情况。把万用表连接在水温传感器的1与3号引脚上，目前的电阻值是0.651千欧姆，现在的温度大概是30摄氏度左右，说明这个水温传感器是正常的。水温传感器电阻值标准如下：电阻在20摄氏度时，水温传感器电阻值标准是2到3千欧姆。电阻在40摄氏度时，水温传感器电阻值标准是0.9到1.3千欧姆。电阻在60摄氏度时，水温传感器电阻值标准应该是0.4到0.7千欧姆。电阻在80摄氏度时，水温传感器电阻值标准应该是0.2至0.4千欧姆。霍尔传感器在靠近左右凸轮轴端。霍尔传感器的作用， ECM 根据它传来的信号来识别一缸的点火正时，以便启动发动机，同时该信号也用于爆震控制和确定燃油喷射正时和顺序。工作原理，霍尔传感器包括磁性外壳、半导体、集成电路和磁性转子，当磁性转子干扰芯片磁场时，产生一个电压信号，凸轮轴每转2圈就产生一个电压信号。霍尔传感器的故障现象，当其本身或者线路不良时，将可能造成引擎启动性能变差、怠速不稳或引擎抖动产生爆震，也有可能损坏触媒转化器或者引擎性能不佳、行驶无力等故障现象。
在检查霍尔传感器时，不需要拔下传感器接头，它要在传感器接头一与二号引脚引外线，把 LED 灯连接到一与二号引线上，短暂启动引擎。LED 灯应该闪亮，如果 LED 灯不亮，则需检查供电。拔掉传感器插头，打开点火开关，把电压正极连接到插头触点一和发动机搭铁之间，规定值为5伏至9伏之间，目前显示的是7.69伏，属正常范围。把万用表连接到插头触点二与发动机搭铁之间，标准值约为电瓶电压。如果电压值不在上述的标准范围之内，就需要检测连接导线的连接情况。发动机转速传感器是转速传感器与参考点传感器，也就是驱轴位置传感器的复合体。如果引擎传感器没有信号输出，发动机则不能启动。发动机正在运行时，如果信号中断，发动机将会立即停转。引擎转动传感器与参考点传感器位于发动机左下侧，靠近飞轮处。引擎转速传感器的故障现象，如果转速传感器与驱轴位置传感器中任何一个信号不存在，则不能启动引擎。引擎转速传感器一与二号以及三与一号引脚之间的电阻值应该为无穷大，也就是不导通。如果没有达到规定值，就必须更换传感器。检测二与三号引脚之间的电阻值，标准电阻值应该在730到1000欧姆。目前电阻值显示为952欧姆，在标准的范围之内。爆震传感器一位于右排气缸上，在进气歧管的下面，监控一二三号气缸。爆震传感器二位于左排气缸上，在进气歧管的下面，监控四五六号气缸。 MPI 多点喷射电脑根据爆震传感器信号对所选择的气缸进行爆震控制，如果检测某气缸发生爆震，可延迟该气缸的点火证实。如果继续发生爆震，ECM 将从最佳燃油点火模式转至普通燃油点火模式。现在的爆震控制是自适应的，也就是说，系统将根据燃油质量和行驶条件对爆震控制进行调节。爆震传感器的故障现象，当其本身或线路不良时，将造成引擎不顺、引擎加油时有爆震声以及点火证实不正确等故障现象。分别用电阻表连接一与二、二与三、一与三之间的电阻，三种情况的电阻值均应为无穷大。如果有短路处，更换爆震传感器。
传感器位于排气歧管的后部，它的结构包括刚性外壳、加热元件、传感器尖端和保护套筒。传感器尖端由铂制成，包以二氧化锆管。作用及工作原理：液氧传感器测量废气中的氧含量，并送电压信号给电脑，电脑根据此信号控制喷油量的增加或减少，以保持混合气的空燃比在理论空燃比附近。该传感器大约在285摄氏度至85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工作，通过通电加热使其迅速升至工作湿度。当点火开始接通时，电流传至正比湿度系数，也就是电阻随温度上升增加的电阻器。加热元件以保证氧传感器的正常工作温度，热氧传感器产生的电压在 0.1 伏至 1.0 伏之间变化， ECM 根据该电压信号来调整喷油量。热氧传感器的故障现象，当其本身或线路不良时，将造成引擎性能不佳、怠速不稳、油耗增加、废气排放过高等故障现象。热氧传感器的检测与维修：拔下氧传感器接头，氧传感器接头引脚排序为1、2、3、4，用万用表连接氧传感器接头引脚一与地之间的电压值，启动引擎。规定电压值应为蓄电池电压，如果无电压，则需检查氧传感器触点一，经保险丝到燃油泵继电器的线路是否断路或者短路。引脚二与蓄电池正极之间电压值应为蓄电池电压波动。把万用表连接一与二之间，标准值应为2到15欧姆。目前电表上的显示值为9.9欧姆，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如果不在规定范围之内，必须更换氧传感器。检测氧传感器三与四引脚之间的电阻值，电阻值应为无穷大，即不通导。如果导通，就必须更换氧传感器。电阻值应为无穷大，即不导通。如果导通，就必须更换氧传感器。把万用表连接到氧传感器三与四之间的引脚上，启动引擎。目前电压表的电压值在0至1.0之间变化，说明氧传感器工作是正常的。输出电压标准值应该在0至1.0之间变化，此电压为直流电动式。如果不在规定范围之内，需更换氧传感器。车速传感器位于变速器壳上左侧，靠近驱动轴法兰。电脑根据车速信号用于怠速空气控制和断开空调压缩机。当发动机转速超过每分钟3000转，负荷比怠速加大时，一旦超过21秒收不到车速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自诊断系统将设定为无信号故障码。车速传感器的故障现象：当车速传感器本身或线路不良，无法给 ABS 电脑车速信号时，电脑将 ABS 刹车转为普通刹车。
下传感器接头，把万用表开到电阻档，并且连接到插头上。两条导线的电阻值因为无穷大，即不导通。把车速传感器接头插到传感器上，连接万用表和 LED 灯，吊起左前轮，打开点火开关，并用手转动左前轮， LED 灯应该闪亮。电压表显示值为正负一伏的范围之内，如果 LED 灯不亮或无电压显示，则检查车速传感器线路的连接情况。进气歧管转向阀位于进气管道后上部，电子节气门旁边。进气歧管转向阀的故障现象，当其本身或线路不良时，将可能造成引擎性能不佳、功率下降等故障现象。拔下转向阀插头，用电压表检测转向阀的输入电压。因为转向阀是由油泵继电器供电的，所以我们必须短暂启动引擎。进气歧管转向阀的输入电压应为蓄电池电压，目前万用表的电压值为 13.5 伏，说明输入电压值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蓄电池电压，则需要检查导线的连接情况。检查进气歧管转向阀的电阻值，把电阻表连接到转向阀引脚一与二上，转向阀标准电阻值在25至35欧姆之间，如果不在标准范围之内，则更换电磁阀。目前电表的电阻值为30.4欧姆，是正常范围之内，说明电磁阀工作正常。进气温度传感器安装在进气歧管扳头上，它采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传感器的电阻随温度升高而降低，感测引擎进气温度，电脑以此电压信号作为喷油量修正的依据。引擎性能不佳、油耗增加、废气排放升高等故障现象。检测进气温度传感器的供电情况，把 LED 测试灯连接在插头上，打开点火开关，LED 灯应该闪亮，说明它的供电电压是正常的。如果 LED 灯没有亮，则应该检查该段线路的连接情况。检测进气温度传感器的供电电压，把万用表连接在进气温度传感器上，打开点火开关，它的一定电压一般在5伏左右，目前万用表上显示的值为4.65伏，说明这个值是正常的。如果不在规定范围内，应检查这段线路的连接情况。检测进气温度传感器的电阻，把万用表连接在传感器的两个端子上，目前它的电阻值为1.141欧姆，温度在30摄氏度左右，说明是正常的。如果不在此范围内，应更换进气温度传感器。
腔通风电磁阀位于空气滤清器后上方。拆下电磁阀上的插头，用万用表测量电磁阀眼角之间的电压。燃油箱通风电磁阀用于调节当发动机运转时进入进气歧管的燃油蒸汽量。规定电压值应为蓄电池电压。拆下电磁阀上的插头，用万用表测量电磁阀眼角之间的电阻。标准电阻值应该是20到30毫姆，否则必须更换电磁阀。燃油箱通风系统的故障现象，当该系统管道破裂或者电磁阀不良时，将可能造成因燃油蒸汽的泄漏而污染大气。典型故障码的诊断与活用。奥迪 A6 2.8 升发动机具有自我诊断功能，在进行自我诊断时，将专用诊断仪器解码1552插头接到驾驶室方向盘左下方的 OBD2 诊断接头上，打开点火开关，按01键进入发动机诊断系统，按 Q 键进行确认。这时可以看到诊断电脑屏幕上显示了发动机的样板、排量和编码。按前进键可以看到本车的车架号和防盗识别码，其中防盗识别码是用来识别本车防盗系统的。再按前进键进入发动机的自我诊断系统，各键功能介绍，按01功能键进入发动机电脑版本的查询，按02功能键进入发动机自我诊断系统，按 Q 键确认。此时电脑上没有显示发动机的故障码，如果发动机电子系统有故障，电脑显示屏就会显示该故障码和英文解释。按03功能键进入发动机各个终端元件动能测试，就是专用诊断电脑会代替发动机电脑向各个元件发出指令，使终端元件进行作动，然后根据声音、触摸和感觉来判断各个元件是否正常。按04功能键进入发动机功能基本设置，也就是在更换电池、引擎电脑和电子节气门时，需对电子节气门进行重新设定，然后重新存储在发动机电脑内。按05功能键清除发动机的故障记忆，当车辆维修完成后，就应用05键来清除发动机的储存记忆。按06功能键退出自我诊断系统。按07功能键进入发动机电脑编码，新发动机电脑内的数据是空白的，这时就用它来进行编码，使它识别发动机各个系统的配置，使其一故障现象：启动困难，较耗油，行驶无力。将1552专用解码器连接在汽车的诊断接口上，打开点火开关，进入诊断模式。
2001件，按 Q 键确认，进入发动机自诊系统，按前进键两次，按02键，按 Q 键确认，按前进键，进入本车故障代码查询，电脑显示屏显示的是10102，根据此故障代码查阅故障代码表，确认为空气流量计过低，按06，按 Q 键退出诊断系统。二，故障排除。首先打开空气流量计的盖板，检查空气流量传感器是否松动，结果发现传感器是松动的，所以引擎电脑产生此故障码。将空气流量传感器重新插稳，把盖板盖好，进行解码。按01键，按 Q 键确认进入发动机控制系统，按前进键两次，按02键，按 Q 键确认，发现故障码依然存在，这时应对故障码进行解码，按05键，按 Q 键确认，按06键，按 Q 键确认，退出自诊系统，短暂启动引擎，再次检查故障码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说明故障已经排除。三，复查，按01键，按 Q 键确认，进入发动机控制系统，按前进键两次，按02键，按 Q 键确认，电脑显示屏上无故障码，说明故障排除。按前进键，按06键，按 Q 键确认。故障现象，冷启动困难，较耗油。将1552专用解码器连接在汽车的诊断接头上，打开点火开关，进入诊断模式，按01键，按 Q 键确认，进入发动机自诊系统，按前进键两次，按02键，按 Q 键确认，按前进键进入本车故障代码查询，电脑显示屏显示的是 T0113， 根据此故障代码查阅故障代码表，确认为进气温度传感器电压信号过高，按06键，按 Q 键退出诊断系统。二，故障排除。将 LED 灯接到端子一和二上，打开点火开关， LED 灯应亮，如果不亮，说明线路有断路现象，目前 LED 灯是亮的，说明此段线路正常。将万用表连接到进气温度传感器的接头上，打开点火开关，额定电压应在大约5伏左右，目前显示的是4.66伏，说明是正常的。如果不在此范围内，应检查此段线路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现象。把万用表连接到进气温度传感器1和2的端子上。万用表电阻值为5挺大，说明进气温度传感器内部断路，应该更换进气温度传感器。按01键，进入发动机控制系统，按 Q 键确认，按前进键两次。
按零二键，按 Q 键确认，按前进键发现故障码依然存在，此时应该对故障码进行解码。按前进键，按零五键，按 Q 键确认，按前进键，按零六键，按 Q 键确认，退出自检系统，短暂启动引擎，再次检查故障码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说明故障已经排除。三，复查，按零一键，按 Q 键确认，进入发动机控制系统，按前进键两次。零二键，按 Q 键确认。电脑显示屏上无故障码，说明故障已经排除。按前进键，按零六键，按 Q 键确认。故障现象，发动机在4100转时行驶无力，加速不顺，功能下降。将1552专用解码器连接在汽车的诊断接头上，打开点火开关，进入诊断模式。按零一键，按 Q 键确认，进入发动机自诊系统。按前进键两次，按零二键，按 Q 键确认，按前进键进入本车故障代码查询。电脑显示屏显示的是 P1516， 根据此故障代码查阅故障代码表，确认为进气歧管转向阀电路开路。按零六键，按 Q 键退出诊断系统。二，故障排除，拔下电磁阀接头，打开点火开关，把 LED 灯接到电磁阀一和二的端子上。 LED 灯音量说明供电信号正常。把万用表接到端子一和二上，万用表显示的电阻值为无穷大，可以判断电磁阀的线路被烧断，此时应该更换电磁阀。按零一键进入发动机控制系统，按 Q 键确认，按前进键两次，按零二键，按 Q 键确认，发现故障码依然存在，这时应该对故障码进行解码。按前进键，按零五键，按 Q 键确认，按前进键，按零六键，按 Q 键确认，退出自检系统，短暂启动引擎，再次检查故障码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说明故障已经排除。三，复查，在故障码清除后应该进行复查，按零一键，按 Q 键确认，进入发动机控制系统，按前进键两次，按零二键，按 Q 键确认。电脑显示屏上无故障码，说明故障已经排除。按前进键，按零六键，按 Q 键确认。一，故障现象，启动困难，
怠速运转不平衡，抖动厉害，将1552专用解码器连接在汽车的诊断接头上，打开点火开关，进入诊断模式。按01键，按 Q 键确认，进入发动机自诊系统，按前进键两次，按02键，按 Q 键确认，进入本车故障代码。此时电脑显示屏上无故障码存在，故障现象有下列几种情况：一、气缸压力不平衡；二、高压线严重漏电或断路，又或者火花塞工作不良；三、个别或部分喷油器故障；四、其他元件故障等，都会造成发动机工作运转不平衡、怠速抖动。按06键退出自诊系统。根据以上情况判断为机械故障，应对气缸压力和高压线圈及燃油系统进行检测。二、排除故障。连接16缸的高压线圈，两者的电阻值为无穷大，说明点火线圈烧坏，高压线断路。这时应该对1号缸和6号缸高压线进行检测。拔下1号缸的高压线，检测电阻值，电阻值为4.8千欧姆，这是正常范围。拔下6号缸高压线，检测电阻值，电阻值为5000欧姆，一般正常在3到7000欧姆，说明高压线正常。将万用表连接在1号高压线圈上，电阻值为无穷大，说明高压线圈内部烧坏，造成断路，应该更换高压线圈，进而排除此故障。一、故障现象，怠速忽高忽低。将1552专用解码器连接在汽车的诊断接头上，打开点火开关，进入诊断模式。按01键，按 Q 键确认，进入发动机自诊系统，按前进键两次。进入本车故障代码，电脑显示屏显示是11116，根据此故障代码查阅故障代码表，确认为氧传感器加热线路断路。按06键，按 Q 键退出诊断系统。二、故障排除，将 LED 灯的正极接入氧传感器一号银条，负极接电瓶。 LED 灯应该亮，如果不亮，说明氧传感器加热线圈的输入信号有问题，应检测这段线路的情况。将 LED 灯负极接入二号银条，正极接电瓶。 LED 灯应该亮，如果不亮，说明搭铁有问题，应检测搭铁情况。将万用表接入一号端子，负极接电瓶，检测其电压值，万用表显示为蓄电池电压，说明输入信号正常。将万用表分别接入1、2号线圈上。阻为无穷大，说明加热线圈烧坏，应更换。
件确认，进入发动机控制系统，按前进键两个字，按零二键，按修件确认，发现故障码依然存在，按前进键，这时应对故障码进行解码，按前进键，按零五键，按修件确认，按前进键，按零六键，按修件确认，退出自认系统，短暂启动引擎，再次检查故障码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说明故障已排除。三，复查，按零一键，按 Q 键确认，进入发动机控制系统，按前进键两次，按零二键，按 Q 键确认，电脑显示屏上无故障码，说明故障码排除。按前进键，按零六键，按Q键确认，退出。